刚不是在讲说什么这个已经刚上来好像仿佛已经变成一个老歌这样，而且今天呢，今天早上呢，就是在这个用头发的地方啊，然后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说，优翔哥，你出道有10年了吗？然后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扰，然后刚刚到这个台中高铁站进去上厕所的时候，就拍了一张照，本来想要发一个 Facebook， 说我现在彰化了这样子，但是突然发现镜子里面的那个我好像看起来有点老，所以就觉得算了。那其实我想那么多呢，只是希望呢你们呢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，搜寻我的 Facebook， 就是按下那个 Like， 关心一下这个出道很多年的这个老歌手，我老了。好，我的 Facebook 是林宥嘉，就如果林宥嘉后面有个优咖喱，那不是我的，那可能是不知道是谁的。最后一首歌，可是我现在觉得很有精神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现在很在状况里面。等一下，你们会不会站得很齐？那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跳起来吗？我没有那么轻易的相信你们，因为每次很多观众都说可以，然后到时候叫他们跳起来，他们也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，我数到3，我们一起跳起来，把这个地方震动一下，好吗？1、2、3。你看，一大堆人都没有跳。再次。我看到谁骗我？1、2、3。这首歌是自然醒。跟我一起跳起来！
生。